任嘉荣幸福村幸福之夜正式开始。我是林佳龙村长洪平基，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五五生威，谢谢各位，大家吉祥。我是杨克勤，瓜冷第九期司议员，在此恭贺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虎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我是东潭美术分会会长郑兆明，祝福大家处事无畏，和平共存。我是王建宁，瓜乐人业王氏中心会会长，也是2022年幸福村工友会主席，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是的，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平安吉祥。那时间非常的快啊，很快呢，我们已经过了一年，我们在这一边在线上跟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庆祝这一个虎年啊！当然，这个虎年的到来啊，在这边要先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线上的朋友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希望，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当然呢，虎年的到来啊，我们任嘉荣幸福村工委会呢，同样在这边给大家送上呢这个线上的这个新春节目哦。今天是我们首播第一集哦，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再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送上的是我们这一个
槟城非常著名的这一个讲故事的 Kim Sir 给大家讲讲我们虎年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出头前行，自古来打拼，沙河落沙人人惊，四兔望月影，五灵混地杯，六爪活动上出名，七马九走过山岭，八羊运输日人疼，九九七兔坐不定，十鸡五鸡会叫声，十一九鸡小金听，十二独母九细囝。Kim Sir 讲故事，十二生肖，闽南福建特别版第三集，沙河落山人人惊。顶一集讲到，天公伯主办的十二生肖小刀走过江比赛，草阿改的鸟主赚到头一名，迄个一步一脚印骨力打拼的牛啊，敢那赚到第二名。风险真大声传来，老老，对啦，就是老虎糟糕了啦，老老，我搞了，我搞了，第一名，第一名，哈哈哈！鸟猪在一边偷笑，老虎，老虎啊，老虎，买猪棒了啦，叽叽，阿妹车啊，我早就赚到第一名了噜，你你你你不不叽叽，噜噜把噜个赚第三名了。老虎听到，就车惊，伊就大一边讲：“老虎，我第三名。”老虎就起哄了，起哄了。老虎，老虎，我不是个第三，我买第三名，我爱第一，我爱第一名。鸟人叫我山王，山王。我是这个山巴那边的王，我未使要第三名，我爱第一名。哇，这大声，这大声，耳孔不听啊！规个山巴地去船啊，像地动个那款啊！天公伯听了就讲：哎呦哇，这是一个比赛吗？比赛人都爱敢输赢，是不是？啊，输就输。我谈超感玩的啦，老我无管，输人无输阵，输阵就歹看面。我是山巴的王，我袂使输。老提供俾你笑笑咧，耳孔乌乌咧，哇，规个耳孔直直转啊！伊笑笑在伊度讲咯。啊，好啦好啦好啦，老虎老虎，噜噜噜，慢慢直直叫家己的名啦。哎呀，卖客气啦，啊，哎呀，噜啊，啊，你看啦，好不？我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啊，好不好？老礼物，你要送我啥物？你讲别就讲咯。那我送你一张粘纸，哈，一张 sticker 粘纸。一张粘纸咧是一个王的字，讲了啊，天公伯都也是一张王的字的粘纸，劈打起老虎的头的唔顶位。老虎，你送我一张王的字的粘纸做咩啊？天公伯就讲咯，哎呀，老虎啊，你讲话卖得大声啦，那你讲你是山巴的王，山王是不是？然后我就送你一个王的字，啊，打起你的头，哎，这个粘珠想打到你，管打了没落来了嗦。那安尼管把刀割了人看到你的时，都会叫你大王大王啊！你讲好不好？啊，这刀啊，人也是有机会看到老虎的时，
你看电视机啊，还是去迄个啥物啊动物园里啊，看到老虎的时，你会记会记，注意伊的这个头唔顶的位，这边是不是有写了一个王的字？就是天公伯送伊的咯。哇，老虎真正欢喜了嗦！老虎，老虎，哦哦哦哦哦，我输个这个唔赢，我输个。啊，第三名了，第三名了。嗯，把刀郎看着我，一起叫我大王。啊哈哈哈！老阿哥你嘛，阿哥你吉娃娃。是的，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一个槟城非常著名的这一个讲故事的 Kim Sir 哈，授权让我们呢采用这个生肖的故事作为我们这个2022年我们的这个新春节目的开场。当然呢，在刚刚的这一个记者会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2022年幸福村工委会的这个主导呢是落在了我们瓜拉冷叶皇室宗亲会。当然呢，接着下来给您送上的是我们瓜冷皇室宗亲会为大家呈现的这一个新年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王建英恭祝大家寅虎年虎虎生威，新年快乐，恭喜恭喜。我黄光荣祝大家虎气春临，国泰民安，万事如意。来我们过新年，满面春风迎新年，今年迎迎迎去年好，我们大家都有希望。来我们过新年，恭喜新年马迎财神，新年大家都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红包礼是送过来，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呀文心，恭贺大家寅虎年生龙获虎，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王立新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红包礼是送过来，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呀
恭祝大家虎年添福气，事事都如意，新年快乐。我黄一超恭祝各位寅虎年寅虎正当威，虎年行大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的，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瓜拉冷叶皇室宗亲会的这一个全体同仁啊，特别精心呢为大家策划以及拍摄的这一个新年歌曲。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这一边要邀请我们这一个任家荣幸福村工委会的顾问团啊，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成立至今在过往的所有主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任家荣幸福村工委会在这整个春节当中他们的这个回顾的一些分享的这个重点跟大家分享。我还没有担任这个工委会主席的时候呢，我感受到说我一定是被人家内定叫我做领头羊，叫我来第一次来主持这个工委会主席，我内心就感觉到非常的怕，我感觉到说我怎样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庞大的费用我怎样去筹，这是我内心的感受。虽然这个幸福村的理念是教成法师所提出来的，不过在本人的我们本人那个内心，我也认为说幸福村在任家荣是非常重要的，把任家荣新村组织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幸福，这是我们大家任家荣新村村民的幸福。工友们的配合合作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们也在大家的努力下邀请了中国大使黄惠康莅临任家荣，为我们幸福村开幕，连我们的黄惠康先生也到东坛花灯齐灯仪式。第三届的活动，那由中国的大使白天带领他们的大使馆成员有整40位到访我们幸福村，尽量要把那大使馆的成员招待得好，让他们有感觉到我们新村的和谐和团结的力量。那一届结成法师有建议我们推动画家驻村计划，邀请知名的画家到我们任家荣幸福村入住和画画我们幸福村里面的这些美景，真正画家都在这边画起了整50幅的画画，也出了画册和明信片，我觉得当时都可以把我们的幸福村的一些美景和值得留念的建筑物都留下来了。2017年刚刚是筹募主办文化馆，就跟宗亲的孙子跟他签了合约，然后就成立文化馆了，就开始主办文化馆的活动。任家荣文化馆坐落在村内的主干大街上，由一间古老的老木屋改造而成，是一个借新村历史民宅与文艺和文化场所。除了作为幸福村工委会的办事处，馆内没有设立的图书馆、老照片、会议室、咖啡等，标志着幸福村进入了保存新村的历史、推动建设文化的新阶段。我们仁村从来没有举办过那个放烟花秀，还是我们有举办一些老厝边来增加一些我们新村里面的个景点啊，给外国的人啊，给外地的人来知道我们任家荣新村啊，有设计这些啊新村风味啊，一个文化啊，给人家更了解。幸福村有这个东禅寺啦，有这个万寿宫啦，还有这个老厝边啦，还有我们这个仁村的这个拱门啊，也是在马来西亚是算是也是挺大的啦。是刚好遇到这个疫情，后来就改为线上的那个 YouTube 来做法，所以我们就分成几部分来这样来做，一直在
拍摄进来做，最后的我们做出来的也是感觉到很不错，二三十个那个社团全部都是很配合，我们的游览的视频也达到两三万以上啊，就是第一年到现在每年有做庙会了，到去年有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们暂时停住，跟今年了没有。我们啊起初要做，我们不懂也要怎样做，后来戒尘法师师傅啊有约我们去台湾考察，他们的每年也是有他们的那个庙会啊。我们去考察了，我们回来啊，三年了才敢去做了。每年的那个庙会都很热闹，在里面有那个吃啊、玩啊，什么都有了。有时金库之夜也是在万寿宫啊。我们这个仁家弄花小，主要的角色是教育这一块。每一年到今年是第八届了，我们的团结宴就是把临近的有族学生们带来举办我们这个团结宴，其实这个团结就是把这些有族团结起来，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灌输一些我们的友善精神。是的，我们看过了我们这个顾问团哦，从这个2015年一直到这个2021年，从我们这个最初的实体一直到改为线上，然后整个仁家荣幸福村工委会在这个春节当中从这个零一直到现有的这个规模，我相信大家对这整个工委会在仁家荣幸福村的这一个付出和贡献呢是有目共睹的。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一个顾问，也要感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席团啊，继续为我们这个仁家荣幸福村呢继续的努力啊。当然接着下来呢，我们在这一边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个同样是仁家荣一般非常有这一个才华的这个年轻人，这个青年朋友们一起给大家策划的这一个微电影，取名为阿公的坚持，我们一起来看看。贴对联是中华传统过年习俗，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并给予着人们对新年新生活的美好期盼。而手写春联可以让我们从书法的艺术创作中领悟人生的道理，书法中的章法讲求工整平衡，教导我们做事必须顾及大局，而墨必须要有深浅，落笔与收笔必须利落，就像我们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瞻前顾后。最后写书法尤其是春联的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以积极正面的想法，把想象中的情景在纸与笔的互动上做一个深层的表达。阿公，你在做什么？乖孙，你要知道我们新年要到了，阿公每一年写这个春联，春联很有意思的，把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留下去，我把这个春联写了很多送给人家，你要学吗？我可以教你把这个春联的写春联的成传给你，你来学要吗？哎呀，简单啊，我嘛会晓啊，夹笔夹错了，夹笔不是那里夹，爱两个针头啊，甲下下底两个割掉。简单，乖孙，
还差一点点，虽然勉励，不过还不够水准，你还要多多的练习，人家才会喜欢你的字体，才会把我们的华人文化传统下去，承传下去。哎呦，阿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样辛苦做什么？阿公，等你啊。那阿公，你看。漂亮啊！邻居小弟，我要拿些春联，可以吗？可以。顺心顺利，年年旺。我还是拿这个春呢、啊，春天到了。这个你们不都不要写什么的，我的不是更美。啊，小弟弟你就不知道了，用手写的才有感情，才有灵魂。灵魂。好了，谢谢你，小弟弟，拜拜。是的，看过我们阿公的坚持，是不是非常的感动呢？我们的杨文丑先生啊，也是我们这个仁家荣幸福村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的这个主席啊，现在也是我们的这个顾问。当然呢，对这个仁家荣幸福村工委会啊，他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期望跟这个期待。那我们在这边再次感谢我们杨文丑这个主席啊，对我们仁家荣村民的这一个坚持。每一个新年都会写了非常多的这个春联，分发给村民们带回家，把这个满满的祝福贴在这个家门口。当然，来到这个时刻，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年歌曲好像非常少哈？当然，我们接着下来呢，要给大家安排的这一位呢，也是在仁家荣幸福村长大。当然，这一个时刻呢，他已经是出嫁，已经成为这个人家的母亲啊。那今年呢，他还是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啊。以这样的一个才艺呢，来回馈给我们仁家荣幸福村的村民们。我们一起来欣赏 Anna Lim 以及我们 Evan Law 哈、这个母子的表演。喜个红丝带，云山两地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存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小组宴开。大河双溪接近春风剪个彩，愿我们的日子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
千纸鹤，再系个红丝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存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小组宴开。大河双溪节，青春风剪个彩，愿我们的日子年年好运来。你风物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当然呢，接着下来呢，我们这一边要再次邀请我们的顾问团跟大家讲一讲，在过去的这一个任家荣幸福村，他们回望过去的一些感想，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应该感谢说，任家荣这个社团和我们的东坛寺就诚法师。一个非常热心的那个住持，我们任家荣新村的社团所有的工作方面呢非常合作，这个是我内心要感谢。我必须强调的说，杨氏三机构没有这样为我付出和支持我，我不能够把第一届和第二届这个工作呢做成这样完满。我也感到很高兴，黄伟刚大使是我们任家荣有幸第一次邀请中国大使来我们任家荣，这也是我非常的高兴，我感觉我很幸福。我在这里，我要谢谢大家，幸福美满，源远流长，把这个幸福村永远的传下去。我的感想很难得，这一领导我们幸福村全部整30个成员一起来推动我们仁村的村界。我想是刚刚那年主办那个文化馆的时候，我就最激动，然后我就马上就找电话咯，然后直接跟他联系咯。感谢我们这个红事工会中心们啊，这个的一个支持啦，而且也得到啊各社团里面啊。大家来配合啊，我才能够啊，在我这个2020年哦，地谷界的工委会啊所做的各的活动啊，都能够完成顺利的成功啊。谢谢那些啊支持我的各社团各人士。这个疫情之下，真的我的感受是很担心啊，不知道要怎样来做。后来是你们班的这样的努力之下，我才会看到这个曙光啊！届的我们都做得不错了，其实也是有那一说，我们的校长、老师先生和我们三机构一起的合作，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我们的有邀请到 VIP 啊，好像说有部长、前任中国大使黄伟康先生、中国大使百天先生。还有阿联酋的大使，我觉得说这些大人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小新村，替我们主持这个团结宴，我觉得是我们是真的可以说做到了了。我们任家荣新村给大家都知道，做到一个榜样，希望说其他的新村都可以这样的照做，因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接着下来呢，我们这一边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在任家荣立足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马来西亚
任嘉荣五组武术体育会，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介绍影片。是的，我们这一边看过了这一个介绍影片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再来送上的另外一首这个新年歌曲。我们今年还是很荣幸邀请到2013年这个 ASTRO 经典名曲歌唱大赛的冠军罗自聪给我们做表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财神到。下班了咯，晶晶你嘞？还没有哎，我应该还要做多一下子咯。啊，等你吃饱了没有哦？早就吃饱了喽。喂喂，一眨眼又到农历新年啦，今年应该是可以回乡过年喽。是哎，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过年了哎，今年你们会回去吗？刚才哦，我 video call 我妈咪哦，看到她的白头发多了很多哎。我也是嘞，我妈说没空就不用回家看她哦，但是心里哦多想我回家看她一下。我也是很想念家乡，记得我们的小学嘛，听说现在太少学生了，学校要搬了嘞，我想要再回去看看。啊，真的哦，不如我们今年回家乡看看啊。 OK OK on OK 啊，那我们就约定今年再回老厨见吧。老厨哪里来的哦？哦、oh, ，OK， 我想起来了，是我们的老地方。哎呀，你还要想那么久咩？才两年没有回来而已嘛，就忘记了啦。老厨就是我的老家啦，以前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在这里聚的啊。就是啦，反应迟钝了你，小心老人痴呆症啊。哎呀，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罢了嘛，所以我们 on 啊，所以哦，今年我们全部都不可以失约哦。on 呐、啊，才不会失约咧，那么重要的约会。是啦是啦，所以讲好了啊，是比见男朋友更重要的哦。好啦好啦，我们不见不散啦。OK 啦，拜拜拜拜拜拜。新年快乐！
小琪、小菊，你们来了，来新年快乐！来来来，进来我们家坐。好。阿柔，你的好朋友来了。哇，如意，我们两年没有见哦，可是你看起来冻龄哎，一点改变都没有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穿上校服回去上课啦，没有人会怀疑你不是中学生咯，是不是？有吗？哎呀，他这个哪里叫冻龄，这个叫长不大浪费米饭钱呐、啊。去，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老厨跟我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同样有家和年的味道？啊，讲到年，我这边有的礼物要送给你，我也有嘞，妈，我们的礼盒嘞，在这里，在这里，来来来。哎，怎么是一样的？难道你们也是在佛光文化买的？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耶，黏在一起才是团圆。是的，看过我们黏在一起的这个短片广告，是不是非常有很多的感触呢？在这一个去年呢、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跨县，甚至没有办法跨州，我们没有办法跟家人聚在一起过新年。当然今年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这个发达，我们可以在这个线上跟家人一起来团聚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人与人之间在一起过新年哦。当然今天来到这一个时刻呢，我们的这一个节目呢已经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任家荣幸福村工委会所有的这一个社团给予我们鼎力的支持，也要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陪我们一起迎接虎年的到来。我们下一期再见，新年快乐。我是东禅第一分会副会长欧阳国敬，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如虎添翼，虎啸风生，人间喜庆康平市，虎岁承欢幸福村。我陈善颖仅代表瓜拉冷月任家荣城市工位，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威，虎年行大运。我是雪兰莪州渔旗图特同中会妇女组主任于喜秀兰，在此恭祝大家福寿安康，五福临门。大家好，我是任家荣天灵道场主席李世军，在这虎年祝贺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恭喜发财。2022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献灯祈福法会花灯预览。这支天秤很特别，无论天秤左右摆放什么都是一样重量，比喻佛陀所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同体平等精神。佛教不但要人我平等，还要男女平等、生佛平等、圣凡平等。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两者都是一样的。伏虎罗汉地狱慈悲能降伏如虎般的贪嗔欲望，相传弥勒尊者所住持的寺院外常有猛虎盘踞，尊者常分食给猛虎，使其不因饥饿而长啸，猛虎被其降服，所以弥勒尊者又有伏虎罗汉称号。慈心悲愿的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引领大家乘坐佛光号平安船，航向无风无浪的太平盛世。东禅寺的正门有佛佑花灯迎接每位访客，
送上最佳的新年礼物，佛佑平安吉祥，健康法喜。今年的主题灯以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新春祝福语，处世无畏，和平共存为题，祝福大家拥抱信仰的力量，不再怖畏，与众生和平共存，才是幸福快乐之道。更希望大家能像老虎一般，外貌威猛，内心强大，身壮如虎。主题灯区还有数十只老虎，喜气洋洋捧着金元宝、年柑、莲花向大家拜年。